还好吧？他吃嘛就是更好。哎呀，好牛逼耶！别个来一半。好好，我好好，好好，好好吃。嗯，啊对，好记啊。喂，阿伯这想得的，就辣椒酱算不？敢无？哦，都是啊。有啊，那加里面辣椒酱更加好吃。是啊，这哎呦，我人家拢卡掉，我也无得。看我呀，当这样看呀，当继续吃。嚯，这人家有当时嘛吃，吃歹款待。我奇怪，吃了个规个拢乌了了，两大椒酱乌了了啊！你看好吃，寡天吃了少点再少。对啦，这爱加淡薄啊辣椒酱真好吃。拍摄，我隔壁我来贴一点么子啊？你莫打哟，小平啊，来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店啊，你帮把看，你帮我看一下子，我去拿个辣椒酱，这个没有辣椒酱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是，超哥，超哥，看到。叫个给一个小瓶啊！哦，啊，那个流行，个人对流行，送个豆腐西施啊，那样。我靠！我讲，这是你讲做我的卖槟榔，那些不是啦。啊，就是，那个查某囝啦。哎呀，我女儿啊。真个假？哦，你嘛拜托，你刚才我去当吃几年啊？那阵时阵你来吃的时候老过去啊，那阵还佫细汉啊，一点仔囝，那么大汉啊。哎呀，那个真是个较娇贵。来，小平，来过来。哎呀，这个要叫费叔叔啊！啊，费叔叔好。哎，这个经常来，这个你小时候他经常来在这里吃的。那还是真的呢哈，真的呢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哎呀，动好好面的，看这咋样了不得了，水干的。哎呀，女大十八变，刚才一老别看，今天我引导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要吃，我加钱一半。好啦，有啦，这等的钱呀。哎呀，你好多，快点讲，费先生。我听讲你不是跟他讲在某贸易公司，啊对，我在贸易公司上班。我你讲，我拜托你，我在查某囝后来要毕业吧。哦，啊你甲注意一下，查某有头路，恁在公司哪有欠用哦，啊甲介绍一下。哎呦，你乖巧的这样子，我一定会留意。那我什么后的这个头路，是，呛死我再给你补。拜托你啦，好。上好是看哪有迄个会计安尼啦，会计，啊那无会计，恁那讲迄个董事长、迄个秘书，迄也无要紧啦。啊会计差不多，理想这个薪水是多高？没偌济啦，我这对不对？啊，没偌济，差不多七八万块啊，你。七八万。哎呦，好啦，我留意一下。哎呀，无只拜托你，你公开半个。啊对，我谁来管？辣椒酱薄的。哎，好，小飘你看一下。好。这个，你要放进去，要翻一下，不然臭大底啊。快点，等啊。好。哎，又到这一家来了啊，总裁啊，这个有时候呢，大鱼大肉啊，比不上啊这个青菜萝卜，吃点清爽的，对身体也好嘛。哎，这个吃臭豆腐火气会不会比较大一点啊？哎，还好了，哎，还好，吃臭豆腐偶尔吃是好啊。哎，那您帮我叫一盘臭豆腐来吧。坐。老板，哎，来三盘臭豆腐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孔锵啊，哎，我们这一家唱片机构啊，凭良心讲，到现在，我们这市场的需要，我叫你们挖掘新人，你们挖的怎么样了啊？今天呢？应征了几个，有啊，不是音色很差，嗯，就是长得不怎么样。哎呦，这个不能开玩笑，一张唱片下去一两千万的成本，嗯，完全不符合您的要求。这要抓准，嗯，要年轻，要漂亮，那这个是当然的，最好还能有一点背景。您指的望的背景是？就是他这个身家环境不同了，哦，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大的劲啊来捧他们了。过去有这个历史吗？哎。当然有了，比方讲，你这样一下问我，我还不正想不出谁有背景啊？臭豆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臭豆腐啊？哦，老板，你们这臭豆腐连切都不要切啊？这个叫我们怎么吃啊？老板，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啊？不，用嘴。老板好像换人了。用嘴巴吃？那不然还用脚吃啊？当然是用嘴巴吃的了。我听说你们要找歌星啊？我们来这吃豆腐，我们聊天找歌星。吃豆腐，你讲话好听一点。怎么会吃豆腐？这个女孩子长得挺标致的啊，哦，气质蛮好的嘛。是。哎，你刚刚问话有什么意思吗？我会唱歌啊。你这开玩笑了吧？会唱歌到卡拉 OK 去唱，到 KTV 去唱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怪不得你们这些人在外面找人找了半天找不到交白卷啊！喂，这条件很好，一朵鲜花怎么插在豆腐上面呢？对不对？不是人家的女儿啊！啊，你这个用词也不对。年轻人毛遂自荐，给他个机会。来，你放心，好好唱，好吧？啊。总裁啊，你已经对他非常的宽厚了。在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好吃懒做啊！
你就帮忙跟他伴奏一下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现在下班时间了，几点？明天再说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赶快去伴奏一下。这么难，这哎，那有关哎啊？这是什么？还有悄悄话，是什么东西？跟他很熟啊？没听清楚啊？不要伴奏。看到没有，你也有一天混不下去了，人家还不用乐队的，在那个地方跟二五八万一样的，求了半天，总裁陪你唱一首歌，我也难得有这个雅兴。嗯，你想看看，如果要跟像我这样的人合唱，嗯，看这胡子，唱选择吧，选择吧，哎呦，这个歌好，三个字的，对，不是两个字。来，孔锵，选择吧。这个歌不好唱，开玩笑。这个要把那种感情要表达出来，感情把握机会啊，感情啊，嗯，眼睛有的时候要转向我这里。总裁可以，你先，我先拿。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。雪舞的时间，举杯相约。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啊，买单买单，好了，没事了。总裁，容我替这小妹妹求情。不是啊，你这唱歌的样子，其貌不扬，嘴动，眼睛动，头发动，不是，这个笑场，这个叫感情啊。哦，在这个你要晓得，在我们圈内有多少歌星能躲得了总裁的这种啊？连韩国来的都跑不掉，搞得人家肚子胃要抽筋，要想笑，又要兼唱歌。总裁怎么能买单？这个训练新人呢，要有一套模式。你要把你自己幻想成白马王子，你不能动情啊。他要想办法动感情。嗯，哦，他来唱出感觉。有没有谈过恋爱？这个很重要。没有。啊，买单。啊，这是什么理由要买单？做一个歌手必须要感情丰富。这个当然了。像我们公司有一个李翊君的，哎呀，他的感情为什么可以唱得这样的哀怨呢？吹不着人啊嘛。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从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One more time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哎，不错，嗯，不错，哎呀，嗯，这什么眼神？歌都唱完了，你干嘛？我想起我的前妻了，哎呀，还真有一点像啊！你别怕我。哎啊，总裁，您的意思？我们回家吧。总裁，这个凭良心讲，我刚刚啊在旁边听，我以一个专业的角度了。是是是，凭良心讲，这个好好的栽培啊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可以。刚才我是开玩笑的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总裁，你刚才对不对？那个歌，你也不是这个，你虽然是星探，你跟人家合唱选这种歌来 test 人家，也不太公平。我们来选一个《相见不如怀念》。我唱的卡拉 OK 唱的，哎，这个歌要好好唱啊！这个歌以前在这个唱片界里面是非常走红的歌曲，他们有特殊的味道，好好表现。你好好听听看，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谁说我俩还要相见？相见不如怀念，让这一份爱的情缘笼罩我心田。纵然是相思难以排遣。好了，买单。这是表演，这个在录影啊。
是，这位心态是是我影响的，我词唱错了。这总要给我们一点，把它唱完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年轻啊，眼睛都不行啊。啊，好，再从那个错的那一句啊。纵然是寂寞难以排解，我俩还是。不错不错，你看得怎么样？这不错，小姐你请这边坐。哎呦，马上把合约书拿出来，马上，这个简直是旷世奇才，合约。哎呀，来来，费先生，是这个他的辣椒酱，哎，这是蓝 K 哦，小姐小姐，你这怎么没有？我爸爸没有叫你这个赔。哦，这是你父亲啊！哦，你早啊！都在青灰雕瓜，那么新他们该签约了呢。签没有啊？都是伊了，都是伊了啊！最近公司也难啊。公司都在难去啊，新探的。新探来在讲。我们是唱片公司的。哎，我们是做贸易的啊。不是啊，做不是，我是叫你介绍个做贸易的，你在那不当回事。结果啊，不得了，这也当出名了。我告诉你讲，这位小姐，这是你父亲吗？对，是。将来如果你成了名以后，千万不要让他跟着你到处走，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前途很大。你这里是签什么约啊？基本合约。歌星基本歌星的基本合约。做寡亲哦。爸，你让我签啦。点点了，你那人家的爸签不签什么？求签过。真是。老板啊，老板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呐！你找我干呐？得道，你们家鸡犬通通升天呐！对嘛？对嘛？啊，你们是抓起来呀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会带给你们全家好运嘛？真是！这是讲被叫去做刮青啊？那样？对呀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个性敢好谈？哎呦，开玩笑了，我跟你各位同胞嘛，两三百万的。能杀爸妈女啊？什么女啊？你是没有话追啊？万丈高楼是平地起嘛？合约书呢？因为你女儿年轻啊，你在旁边监督好，那话由她讲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李小姐，我先找干嘛？懂？这真是对啊。哎，合约书。嗯，不能保证你一定变成超级巨星。哪这点啊？你点不丢？我来，不是，我唱不了解嘛。不是爱报警啊，不叫枪，别来。这个一定，我们唱片公司要站在我们唱片公司的立场。因为不是说每个人来一定就变成超级，这叫训练嘛。你要对你女儿有信心呐。哦，第二条来，第二条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每个月啊，车马费我们就先从4000块开始。好，先从4000块。这个你才4000块？哎，这是我干嘛才不能干呢？不要急嘛，这4000块钱呢，连续领3年。啊，那到第四年就要调整。哎呀，好。服装费用、洗头、指甲油、灯台等等呢、啊，一切由乙方负责。哦，乙方写胜令就对了。乙方是恁找我讲，好，开始。两姐，两姐，我有这个。哎呦，我们又不是开救济院，是安尼几个，你才4000块，都洗头两只姐，管他搞，我们要多谈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你们听鬼啊！有足多歌星啊，拜托我们总裁啊，拿钱给我们总裁，叫我们总裁帮他出唱片了、啊。真是没办法、啊。乙方成名以后，所有工地秀、庙会、晚会、婚丧喜宴、演唱会等收入，全部由甲方啊这个代为收纳，并拨出1%。给乙方，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，好不好？这条我是有懂啊，1%嘛。没啦，哎，钱我收了啊，分1%给您摕就对了。不是，1%您摕了。其他的我们是甲方，为什么甲乙方老是搞不懂呢？你这个老爸呢？不是啊，我们摕回1%，要被下面孙叫我都能判到你啥爸爸？成功立业，成变成巨星的时候，那就是都你们的啦。对呀。以上乙方如有违背上述条约，愿自动放弃所有上诉权、抗辩权。啊，对。
并且赔偿2500万美金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啊，你要不要跟我们签约？我跟你讲啊，费先生，这个合约你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？含贼到心贼，酬劳又过低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没啥讲。但是嘛，讲大行拢爱为何大行开用去？哥，那阮家老小块违背淡薄啊，2000几万的美金呢？恁娘的，这一扎摕来去，拢卖嘛无够通卖。是你的动作，你别笑。这不是毁了你女儿的前途吗？是了，这前途，您别自己来用就好。啊，你这个合约这个合理吗？啊，哎，这大家听到大家嘛，这么这根本的骗子。可是做这个行业确实要很多牺牲，虽然条件稍微苛薄，嘛无人要苛啊。我应该差不多安怎签才对？你譬如讲吼，和你签，5年就好啊，5年对啊，按的合理，5年头一年，车马费一个月，差不多20万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一年的收入，我扣去我的那些。车马费一个月20万，对啊，你别考虑到伊的入场跟我的入场。哦，第二，哦，第二讲所有的置装费，好，包括因老爸，在买车，在买这个手表，哎呦。也感觉开淡薄啊！哦，安尼我唔得，安尼等拜托你选少嘛，顺续甲添落。选少我是较好滴讲，好好好。啊，需要时我来甲你讲。好。第三，因为这个最近我住的厝，暗是讲盖好，有滴漏水，吼，啊想讲要翻一个，啊，上好是会当阁先刷买一间啊厝，嘿，卖伤大嘞。哦，差不多几平左右呢？那迄个庭院呐，差不多有200几平啊，安尼，安尼就差不多啊。哦，未讲太多。靠地铁，我看今仔日可能堵得来。你唔讲啊，但是躲不过我们的法眼的。哎，伊啊，甲李亚平啊，以前是安尼唱情歌同当对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哎呦。原来这就是你查某囝哦，啊，这阵才查。啊，你讲起伊就是于天先生哦，对啦。哎呀，你实在咱独家请教有够闹亏啊，对啦。开始，阮独家讲起，哦，是对一般唱片公司对这个新闻整个的条件是不上苛刻的习惯。有啊，赶快改一下，因为那是于天。感谢，对，叫爷艺术楼下呢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哎，对呀，你也可以提出意见来啊，你希望公司怎么样来配合你？我们先顺从你们。哦，你要顺从爸爸，怎么可以顺从他呢？抹山后的叔叔，什么抹山？既然我们知道你就是于天先生嘛，你们两个妇女哎，就合出一张唱片就好了嘛。好，有利，这你就放心啦。对，这样好不好啊？那我们就帮他选一首歌，让温柔与众不同。好哎。就让我默默地真心为你，一切在不言中。就算是让天涯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我永远真心地祝福你，让温柔与众不同，让温柔与众。好像过了一个哦。